这样才扣得好。快点来买哦，跟你们讲。爱情早，秀珍早，小文早，杨佑米早安，蔡董早，本站早，好，大家早啊，没办法一一打招呼哦。竹贵早，豆花早，荷兰早，豆花，有哦，有西瓜无？豆花拢买有鲑鱼。往来的无？这啥？两只？什么？两只啊？龙子啊？龙子？龙子啊？龙两只？先先了。先看乌。安尼是看乌。大细只呢？龙蛇哎、欸！你们有没有看过龙蛇？就是龙蛇，就是龙蛇。龙的蛇头就来了。你看那照片。没什么吧呢？两只。嘛，要是有你，公斤我的话，一斤我的话。今天没什么鱼，所以他才拿这种鱼来。他才拿这种鱼来。不出河里头。有没有看过李永基？我也不知道那包好不好吃。大闸蟹一箱几只？二十只。十只啊？二十只。啊？二十只，2000块，要吗？诸位。你要？贝玉赖，你要十？你要1000块哦。好。我先帮你留1000块。早安。大闸蟹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只剩下20只而已。大闸蟹应该剩20只。Amy 早。这个就排在一起就好了，这下排上。你要一箱哦，一箱。你出大闸蟹除了这一盘以外，后面还有一箱，对不对？我帮你问一下，淑慧。没有煎吗？今天有虾仁卷吗？有。有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大闸蟹是后面还一箱。没有了。没有啦。是那一箱。他们昨天吃一箱。昨天吃一箱。整整洗吃了五只啊。整整洗吃那么多干嘛？吐出来。现在有人要，你要吐出来。还有个姐。那这样子熟会没有不够不够不够一箱哦。这边十只，就是一箱啊，一箱啊，一箱就十只啊。你跟 David 带一人五只好不好？你跟 David 带一人五只好不好？大概剩这些，剩这些而已。你跟 David 带一人五只好不好？因为 David 带要五只，你五只，这样就没了。俊宏早，六十零早，三成早，苏月早。红豆哎，哎呦，我还奇怪什么，有一个光，有一道光在那边飘啊，原来是你，我还以为是谁。David 赖跟淑慧，你们一人五只 ，OK 吗 ？OK 的话，我就叫他包起来了。蛋。有鸟蛋哦、喔，桂林鸟蛋，这边桂林耶。怡清早安，怡清今天也要上课。OK，David 来 ，OK， 淑慧我帮你留五只。那个先摆着让人家看一下。那个大闸蟹让人家摆着先让人家看。竹东，竹东现在已经不去了哦，竹东已经不去了哦。昨天八卦山他有讲啊，他说，一单没被起啊啦。这个应该是金家闸。还归于谁的？
几瓶啊？什么咸鱼吧？等一下叫他卖哈。咸鱼啊，我规定卖个来哦，卖个来，卖个白哦。看下白的啦。咸鱼啊，我规定。搞到，记得，买咸鱼吧。没有啊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是咸鱼啊？买了，买了，买了。咸鱼好孬嘞。是。一包。安泰两袋啊。哎，大闸蟹无啊？我跟你讲。哎，五只五只，两个人。来八百。我叫你要客人看看水的嘞。大闸，大闸你啊。客客客，不要总来讲的，伊讲伊无菜用的，菜钱。总来讲的都要得食无？应该不够。有水饺吗？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水饺？有啦，有啦，有水饺啦。我传，我把他很凶的语气传给你。什么鱼啊？鱼五百。有多少钱？有啊。哎，不对，要虾，要红虾哟。好，赶快哦，要东西赶快来拿哦。后面没有鱼哎，真的。有那么虾哦？竟然没有什么鱼。你虾还有一箱无？啊？虾还有一箱无？大箱的呢。哎，那个 David Lai， 那个是大箱的哦，那个两，那个是两千多。那个是2800的哎，他们能掰哦，不是1500的哎，要不要拿1500就好，我怕你2800太多了。David Lai， 我怕你2800太多了，你要不要留1500就好了？这多少钱？好，你水饺要一包 ，OK？ 3900。好，我帮你留1500。那个太大箱了。3900。这么早就卖了，对啊。对，你要2800哦，你要一箱哦。确定吗？你要2800 ？OK， 你要2800一箱。顺吉空三百只。好，这顺吉空的。好啊。啊，这两个五百。好，啊，这虾啊，虾啊，条条嘛，差人多啊。这虾现在2500块，啊，要几啊嘞？啊，人还无2500的，个人还无，有啊。我这边3500，好。啊？3500。来，一包五包。五包是哦。来，我看。好啦。这节目五包。哎，那三两牛排吗？千块牛，多少牛？不是，四包五包，四包五百块。没没着。个人爱不？你炒面。对。啊？你炒面。我炒饭。哇，我两块五包。Baby， 可以加赖吗？一清，私底下都这样乱加人家赖的。一清，你私底下都这样乱加人家赖的。然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加赖吗？我可以跟你加赖吗？有两毛五块，好不？有两毛好啊。好，300。好，300块。谁比赖不要跟他加，他会约你吃饭哦。什么？没，我来接。不然我们聊聊不？哦，咱们聊聊哦。哎，老总，老哥就先来。好，鸡腿排来。有啊，鸡腿排来。大个哦。一根哦，这贵呢，五包吧。哎，慢点。慢点呗。一包十八的。啊，这样嘞，这样嘞，哎。一根哦，太好。废掉了，300块。你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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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
高威早安。前面找高价。萝卜糕两包 ，OK。苏慧，我先把苏慧的单子写一下。大闸。回击完了。一千，水饺一包，然后萝卜糕两包，150，好 ，Baby Light，Baby Light 大闸。一千鸭子2800 ，OK。David， 带你的东西好了。主会，你的水饺跟萝卜糕，等一下帮你拿。哦。在后架。你要放在我这里，病好了。哦。啊哈！谢谢啦。哦。昨天去哈鱼买生鱼片，拿去，拿行，拿去旁边，生鱼吃大闸蟹，你都吃大闸蟹了还这样子，哦哦你你你看袂行对哇？反正是你大拢看袂行的。不然我背大无啊？你看袂行？看袂行。路公路画袂行，环中路哪里哦？哦，我知道，大步攀吧。环中路那边很多卖海鲜的、啊，姐现在啥卖？卖海产的。对啊，被抓了。哇、哦！我想要给推牌，三百，还有三百。鸡腿排过下来，要两百，要两百。对啊，听人啊咯。过两百咯。哇。龙舌，这叫龙舌。等一下，我照一下桌面，让你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鱼哦。这叫沙包没有？这叫龙舌。沙包了。龙舌，龙脊，沙包呢？脆鸡的鸡，龙脊。跟我念一次，龙脊。小胖，好久不见，吓死我了，又看到你。好，你好，龙脊啊，你客户也要，客户就好。啊，什么的？还有我爸，两只，四只。来，这两只五百，来，这位有三块，来，这位来，这个人来不来？五位来，小胖出现了，500块，五人来吼，更
刚刚鱼也有。他当天价定了，给你就卖1600啊，好，卖给你。来，五只鸡来，300块而已。哦，大鸡。好。八鸡，1700的。啊。鸡1000。活鸡，八鸡。两个贵，两个贵。贵鸡。两个贵。三鸡。这个无人吃，这个无人吃的。哎，好了，能开了。来，这只。容易喂。过来，要聊两无？聊两鸡腿，无哈？不，来，等下我照桌面啦。这个是谁？这姚冠军吗？还是思域？哦，小任。大块无1000个一半，还不会1000来回啊？来看一下桌面啊，我们来看桌面呐、啊。左边开始哦，今天有那个鲨鱼肠，鲨鱼肠，鲨鱼肚。好，这个就是金木乳了，大致的，这应该4500的，北青乳，北青乳，然后恰章、鲑鱼、龙脊、龙舌、龙舌，然后阿根廷鱿鱼、香鱼、石斑，然后黄鱼、白带，白带剩那一盘哦。白带剩这一盘而已哦，然后手卷，其他的你们再问我哈，要什么再问我。田胜祥早，金恒早，早安大家早，中华早。有小牌过来买不？来了，要这种小牌吗？有啊，我捧过来。来，刘云辉来。今天东西没有那么多哦，你们有没有人要吃一下龙舌是怎么样子？你们有没有人要买一下龙舌是长什么样子？不知道好不好吃？它是吃起来像比目鱼啊？龙舌是不是吃起来像比目鱼、啊？Hello， 早安。哎，我现在只买一公斤的啦。哦，真的六只。真的六只。稍微过我爸。龙。龙蛇酒的龙蛇，对，龙塔基拉凤的龙蛇，对。我那么只金毛龙多只，无哈，无人爱哦。香鱼啊，香鱼啊。尾巴战争在打什么？尾巴战争有很复杂的历史问题，你要说哪一边比较？是属于好的，没有，两边杀人都杀很多人。以色列跟巴基斯坦两边各杀对方都杀很多人。从那边啊，从那边啊，是那个包的，从那边。他们有很多很多那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打仗啊。我帮。对，历史很久。能包。从那边哥现在能包能包。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100，一天就。我
我这包下来，包好了，100块。没有了，通常就是国土问题加宗教问题加种族问题，通常打仗就是这几个问题，国土问题加宗教问题加你种族问题。我们供完了，供完两包，供完了，供完够了。我有招，我先要讲完的有无？好人来无？两百块讲完，有啊？有几块无？几块？几块有无？你看几块？